起来了。大王，我怎么睡到床上去了？哼，还说呢。昨天晚上你爬上床硬要踢我，真是吓死我。哼，看来你酒醒了啊，会编故事了。陈奶奶还没醒，赶快走。不要，我是你男朋友，偷偷摸摸的干什么？男朋友也不行啊，被奶奶发现就完蛋了，快点。那我跟奶奶打个招呼再走。不行，那我现在好饿，我想吃奶奶包的小馄饨。好，我请你吃啊，我请你出去吃，快点。行，那我就留在这儿吃。小点声说话，听见没有？这么说话声音还大了。讲讲，快点，再等。走吧。舅，你起床了吗？我找你有。姑姑早。不一样，这么快就拒绝我，你是问我特别的伤心？不是，你最近不是没休息好吗？等下次我们休假，我正式介绍你给奶奶，好不好？好，周医生这么为我着想，这次就放过你。早点回去休息，晚安。呦，看来我出来的不是时候，要不然我回去。奶奶你好，我是朱舅的男朋友，叫傅云深。好，既来了就进屋坐坐吧。好啊，来，一人一个，把婆子收回来。好。行，我来。哎，奶奶。哎，这个不错啊。晚上了，不给你沏茶了，这是我自己晒的金银花。很清淡的，去火，不知道你喝惯喝不惯。喝得惯，喝得惯。我们家也经常喝这个。是啊。怎么样？真的不错。奶奶，我对植物药草也很感兴趣。我听朱舅说呢，您平时也喜欢研究这些，那以后我们就以后多多交流。哎呀，研究谈不上，我是蛮喜欢的。那以后我经常过来，你不要嫌我烦啊。不会的。好好啊。我肚子凉了，今天晚上吃什么呀？哎呦，你看我高兴的都忘记炒菜了。哎，那我帮你。马上就好，不要不要，我马上就过来。要，我给你学学啊，学学以后怎么给猪舅。我来切吧。哎，奶奶，你等一下啊，马上就好。呀，切的真好哎，你还有这功夫啊？我爷爷呢，最爱的就是下厨，经常啊。抓着我一起，所以呢，做多了自然就会了。你爷爷爱做饭啊？您都不知道，我这个爷爷非常的可爱，他从来就不吃他自己做的菜，都逼着我吃呢。逼着？来，给我。哎呀，你们祖孙二人的关系一定特别亲密吧？我从小呢就是爷爷带大。所以这一点呢跟朱舅是非常有话题，聊得来。朱舅和我说啊，奶奶您是他最爱的人。奶奶您知道我有多嫉妒你吗？嫉妒我？聊什么呀，看我这蛋花打得怎么样。还不错。再聊你啊。是我会还的。还你。真的。奶奶有没有什么我能帮忙呢？哎呦，你快歇着吧，厨房哪里站得下呀。你去等等吧，马上就好了。你忙了一天了，歇着吧，等着我给你做的饭。是不是嫌弃我做的饭？怎么会呢，你得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啊，对不对？加油。奶奶，今天我给你露两手啊。现在年轻人愿意下厨房的越来越少了。是啊。
得鼓励一下这些年轻人。嗯，再忙再累，都得要孝敬父母，要学会生活。对，也要懂得生活。嗯，找什么呢？嗯，本来呢想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小秘密，结果发现连一张明星画片都没有。我上学的时候那么努力读书，哪有时间关注什么明星画片啊？嗯，但是我不信啊。哎，十几岁的青春，肯定有喜欢的人吧？突然八卦我的少女时代，你有企图吧？嗯，我好奇啊。我是在想啊，你这一路到底是怎么过来的？嗯，有没有喜欢的人，甚至有没有疯狂追过星？哎，小周舅到底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？文艺型呢？运动型呢？还是呢？还是？啊，傅云深情，满意了吧？这个答案满100分。走了，去哪？嗯嗯，奶奶，您觉得云深怎么样啊？你觉得他怎么样啊？嗯，我觉得应该挺好的吧。那就够了，你的感觉最重要。谢谢奶奶。奶奶，你真是太好了。哎，嗯，云深很会做饭呐。嗯，这样的人是个会生活的人，我想将来你们结婚以后他会好好照顾你的。奶奶，你这是说什么呢？我说的不对吗？奶奶，我是想啊，我一辈子都别嫁人，我想一直做您的小孩。傻话，你嫁了人就不是我的小孩了，照样是我的孩子，我的女女，而且我还多了一个孙女婿啊。说的也是。女女，你从小没有父母，奶奶又不能陪你一辈子，有一个真心你喜欢的人，而这个人又真心的对你好，奶奶是真高兴，真放心。